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不要那个门票。给你个票。记得签完名的歌迷没有？从面对舞台的右手边的楼梯离开。是，这是我们这个罗志祥兄兄特别准备的这个接力。我们工作人员那边都 stand by 好了，准备拿这个结冰水给大家。那请大家在签完名之后呢，先下来。